原来子庭上喜欢吃的麻糬哦，是安尼做的。加我一挂啦，你妈就伤疼你，你唔捌煮过吃，你灶卡内面都唔知要哪做。爹地，你卖伫叫我气嫌好无？啊，我知影，你一定想要利用我来点我妈对无？我跟你讲啦，你误会我妈。细汉时阵无和我入去灶卡，是我阿妈，唔是我妈。唉，为了我知影啦，子庭甲外孙哦是食袂着爸爸做的爱心料理啊。我较辛苦的，我较常做的，吼、哦，安尼互因感受到家庭的温暖。话袂当安尼讲哦，相公一定要家己煮，才有家庭温暖。子庭该食啥物，我完全拢知影。我带伊去外头的餐厅食，伊嘛食到足满意。你放心嘛，我绝对袂要着因母仔囡。是啦，说明讲了有道理啦。子孙自有子孙福。阿叔啊，你若继续干涉伊的生活，你咋办哦？变作人讲的恐龙父母。而且你是一种暴龙，领导诶，看你的面哦，就知影你是徛伫个正义公理这边诶。我讲主要是啥啊？恁两个作为甲霸凌哦，我哪敢啦？啊对啊，阿姐，啊这点番茄炖牛肉已经炖一点钟啊呢，不是讲起锅前呢十分钟是适合调味的时间吗？啊，起码会当放佐料，这可不呀？我够有这种美感啊！不怪哦，爹爹才来做助手，画不出来啊，点点吃三碗公呢。人是有天分啊，无才有你，敢若出一支嘴，试口味啦，除了无咸以外，口味足赞，一百分。搁欠一味，欠一个应该有的香味。米店香。袂歹，今仔炖牛吧，我八成的功力啊。八成尔尔。啊，我知影欠多一味啊。迷迭香，阿姐，你是要饿了啊？就直接讲啊！你安尼目睭在我近远看，是要创啥？我想啊，爹地应该是咧想我，哪会甲你这么默契啦？莫想伤多啦，我想爹地一时看到你哦，想到子祥啊啦，是毋是艰苦啦？莫听乌白讲啊，小杨甲子祥要哪比？哎，对了，泰式海鲜。做了安怎？会记哦，青木瓜熟龄哦，指定即摆有心袂用个食。我知已经做好啊，啊，拄则盛源哦，佫特别交代，讲即道有一个孕妈咪，所以我青木瓜这个食材哦，等我小黄瓜，还佮有洋葱取代啊，还佮有我特别哦加柠檬提升酸度，我保证伊食了哦，一世成主顾。哇，真就大心的嘞，啊是讲子庭嘛是一直回应安尼吃，以后应该体重哦。真紧就超标哦！我当下是安怎？子庭打五星，伊就惊伊变大颗。爹地，你莫乌讲我发条哦！我是惊伊即马食到伤济，啊以后伊巴肚愈大，伊会愈较辛苦啊。老公，哪日你敢会去嫌我？哎呀，我绝对无可能去嫌我的水某的。迄孕妇怀胎十月吼，是真辛苦、真伟大，所以。就算是你变做一只肥滋滋的企鹅，你嘛是全世界上高级的孕妇。恁一个菠萝，一个老公公，多斗一打啦。子庭啊，拜托你，赶紧把这个菠萝用阿妈位走卡带走，给我搁消安半点钟的时间，当食饭啊。相公也无路用啊，迄番姜啊甲蒜头拢我切的呢，跪求天求吧。卖差你爹地啦，走卡是迄地盘啊。下家离去哦，就要听伊个解释。我和伊去嫌二十万年有关系啊？这味，那刚到的比较咸啊。小安，你捌住过泰国？捌去算命啦。啊，我之前住伫寮国啊，寮国甲泰国饮食习惯应该差不多了。嘛是啦。
奇怪嘞，你的口味跟我的口味，那叫你行啊？而且你拢事先知我后一步要做啥物？直觉啊！啊，你不是讲我有天分？讲有影是天分，我来突然间感觉伊甲子祥这么像，我是在想什么啊？罗小安干妈因你了过做伙生活十几年，伊哪有可能是我的子祥？哎姐，阿妈，恁做伙来哦？无啦，啊，拄啊伫咧门口拄到的啦。妈，子婷，恭喜你来做妈妈。多谢你呢！哇，内底有银汤匙，啊，佮有学步鞋。这卡片会当领小点点出新年份一百罐的红酒哦！哎，巧，你奈对我这尔好，你开这多钱的不？这是我嘛知影吼，是高志良送的啦。不，你哪会知影？这是志龙爸爸要准备给子婷的。哦，啊，我当吼听高社长讲过，爱较早在日本住二十几年，啊，这是日本人的传统啊。子婷，你看，你阿妈这用心的呢，为着甲大家哦关系又较好诶，做足侪功课诶。哪呢阿妈，你送小点点虾米有意义的礼物啊？哎，我。一罐香槟哦，阿妈，你之前送我哇个人美人心，一人一斤白粽呢，你家送小甜甜一罐香槟，干嘛差收多？啊哦，都临时临了，妹夫去传礼物，啊，才报你啦，哦，报你一口金，来陪恁全家伙啊，才讨厌的人演戏，我都已经真委屈啦，啊，都搁我开钱买礼物送你哦。哦，真看白，张子婷，你今仔就敢跟你阿妈偷礼物的呢？你阿妈已经送你一件白装啊，你搁嫌无够啊？不啦，我唔敢，我唔敢。妈，歹势啦，子婷个性就是安尼，天天啊，伊讲话哦，拢无经过大脑呢。张子婷有大脑？真啊假的啊？哎，今仔你今仔就偷牙呢？阿妈，我真正有大脑哦。这是阮爹哋妈咪生我的时阵，无甲连接大脑的神经细胞啊，所以我伫咧讲话的时阵，嘴比大脑佫较紧。哦，啊，得减一条神经啦吼。无啦无啦，啊，其实吼，伊安尼食古锥啦。妈，咱要徛伫遐讲话啊，今年去坐啊，饭菜应该差不多穿好啊。哦，我妈妈都要安尼。啊，你进来去。来，坐呀。妈，喂呀！文妮呐，讲实在吼，你有影是一百分的身躯啦，嘛唔知是咧安怎吼，啊家人竟然讲决定要甲你离开，啊佫走去拍格斗。迄时阵家人无多承受失去子祥的悲伤，所以做代志较急咧，我能理解啦。妈，我扶你喂呀，来。方文玲啊，麦当喵吼，加个只有度量，只大心呐。之前我想要入来恁本家大门的时阵，是啥个在搞我动的啊？就是你呀、啊。当其时吼，你连一句阿姨都唔肯叫啦，啊，即马佮搞我巴结安尼哦。哼，看起来吼，我即马就甲我这大家做好好势，互你好好啊服待哦，吼。阿姐，像。姐哦，表舅啊，黄冠中，我还记迄个时阵，因为伊无给阮几岁，姑婆就叫伊爱甲阮顾条条，甲阮保护，结果到最后，伊拢无法度出去，顾阮三个就够。你看，可贵并够可怜。嘿啊，上叫伊哦，都唔肯配合文松变身仙子，所以干那会让徛伫遐发呆。啊，不过人子祥就足配合的啊，我还记得我来疗养伊的时阵哦。一个有送给我看的，
你讲，子祥有去疗养院看了。伊迄时阵，佮有找我上爱食的牛排来看我，因为迄是你上爱食的餐厅，佮就体贴的，啥物人爱食啥物，伊拢会记。拢是我害伊的，若无伊即马，应该是佮咱做伙伫遮有讲有笑，照顾子婷，准备做母舅公，伊一定比任何人佫较期待，嘛一定会比任何人佫较认真照顾子婷。拢是我毋好，伊对我遮尼啊好，我煞佮伊害着。你莫安尼好无？拢已经过啊，就算讲你安尼讲讲嘛，无可能会回来啊。哎呦，还是张子祥甲你讲，唔只会发生意外，唔是你甲摔落个啊！啊，讲甲袂输，敢若你爱赔伊一条命同款呢。而且拄只唔是有讲遐变身仙子，够动作诶，诶，是要安怎算啊？子婷，动作你感觉会记咧？当然嘛会记，我之前和你糟蹋到我拢有心灵创伤，哪有可能袂记？妈咪，你敢有看过我甲哥表演迄个变身仙子？我有听子祥讲过，啊，不过伊妈表演给我看了。陈老板好，刘强好。等你啦，我甲爱强有表演要给我妈咪看。哦。阿子祥，我哪都无印象。这敢真正是咱细汉时阵的卡通？当然啦，这就红好不？爱加上动作跟口白。哎，讲，咱做来做。嗯。隐藏着黑暗力量的钥匙啊，请在我面前展现你真正的力量。你的主人小樱命令你封印解除。好食好笑，隐藏在黑暗势力的钥匙啊！现在我呼唤你的名字，我是你的主人小樱，解除封印。哇，哎，直接就厉害呢，这词在你管。小安，你是安怎给咱做个这领主人啊？哦，是啊，除了阮哥以外，你是第二个会晓做这种动作的查甫人呢。你不是跟恁阿妈在聊过生活，恁还知影这部卡通啊？虽然我在聊过大汉哦，啊，不过我对这还佫有一点印象啦。啊对啊，我嘛在台湾跟兰花阿妈生活过啊。可能是伫迄时阵看过啦，阿妈对不？哦，应该是啦。啊，是讲吼，迄卡通你问我，我哪知啦？啊，这吼卡通的全世界拢冇咧播，我哪知你到底是台湾看，伫咧辽国看的啦？啊，不过你真足厉害呢，无看过这个卡通，煞会记你这个动作。嘿啊，可能是尺度足悬的，所以我会记啊。我从毋捌表演过，啊，看到恁做，我就拢收起来啊。较早子祥常常表演给我看，为着要让我笑，所以今麦看到你做这個，就让我想到子祥。我就是卖给我妈咪继续收，你搁讲。哎，小安。我咪叫你叫大家出来吃饭，我伫遐开讲。来来来，大家来吃饭，菜要凉啊！啊，来，进来吃，进来吃，进来进来，吃饭吃饭吃饭，吃饭。嗯，谢你耶。我差一点仔袂记得讲哦，罗孝安是张艳凤带转来饲的呢。啊，迄个兰花佮张艳凤是啥物关系啊？啊，是安怎张艳凤会甲伊当作家己的孙同款咧疼？啊，甚至吼，佮连事业都拢分予伊呢。这疼惜佮分财产是两回事啦。啊，假使讲吼，毋是张艳凤，佮有甚物秘密，
这讲不通嘞。